Hello，Hello， Hello。 这是与你分享从韩国带回来的伴手礼，这三个是海苔。对，这个是火鸡口味的，有一点小辣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玉米浓汤，对，非常浓哦。这是小朋友最爱的草莓口味。那我们先吃这三样玉米浓汤口味，一人吃一点试试看，还蛮大一片哎，可以包饭卷了。如何？有玉米浓汤的味道吗？有，赞哦！玉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换草莓，试吃。如何？甜甜酸酸。有酸吗？没有酸。没有酸，就是甜甜的，然后草莓香味。草莓结束，我们来换这个辣的辣火鸡小，是什么？这是火鸡辣火鸡海苔，试试看哦，小朋友们 ，Go！ 大口一点才有味道啊，那么小块怎么会有味道呢？还好，还好，今天有辣，一点点吧。哎，这应该越吃越刷嘴哦，这个不错。怎么会觉得辣？我说我们不辣，不辣呀！姐姐，你要剥大块一点。大块一点，太小块了。Tony 哥哥说你吃太小块了，如何？啊，这样可以。好玩，好吃吗 ，Tony 哥哥？你的脸都红了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换软糖，吃完辣的要吃辣粉哎。虽然每个海苔都有粉哦，真的耶。因为马上去吃玉米浓汤解辣。对，济州岛有名的就是橘子啦，这是软糖，这是橘子酥。那我们先吃软糖吗？哇，有图案吗？有喂。这个是济州岛那个有名的吉祥物的图案，我感觉是猫咪戴一个，它是公仔这样站着，金龟的帽子，石头爷爷，酸酸甜甜，好好吃哦 ，QQ 的、啊。Tony 哥哥你的脸，你看，端端很软呢、欸。嗨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拜拜。我们换下一个啦，我们来吃。橘子酥，橘子酥就是柑橘派，里面有四颗，一人一颗。干杯！好吃吗？好硬，用力摇 ，Tony。我要看一下中间，哎，它中间颜色还蛮深的耶，好吃吗？如何，姐姐？没有味道，你吃太小口了。妹妹呢？嗯，爱吃橘子的妹妹说好吃。Tony 呢？有点硬，酸酸甜甜的，它酱还蛮多的耶。然后它的饼皮味道没有那么甜，然后刚好搭配里面的酱刚刚好，不错哦。那我们换最后一次书，不知道是什么耶。应该是韩国很有名的卡通吧。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嘻嘻猪猪。嘻嘻猪猪，所以你们有在看这个卡通哦？完了，妈妈最近卡通拍太少。哦，菊妮姐姐看的。这个菊妮姐姐她的那个只有 YouTube 才有。是啊。一般的电视没有。出门。哇，里面有两张贴纸哎。好，把它倒进来看看。哇，爱心软糖好多颜色，一人挑一个颜色。黄色还是姐姐挑黄色，妹妹挑红色，君妮挑黄色，试试看。Tony，如何？一两个黏住，相亲相爱呀，所以黏在一起了。什么感觉？甜甜的，一般软糖的感觉。韩国味吗？韩国味道。什么口味？
这有点酸酸甜甜的，酸酸甜甜香香的。嗯，你那个是什么？很多韩币的味道，有点像柠檬橘子的口味，绿色有点像柠檬橘子。那我真的不知道，有点像芒果。所以这个一本书是软糖哦，这是从济州岛带回来许多的好吃的小零食，你们最喜欢吃哪一个？妹妹喜欢那一本铁盒的书， Tony 和 Yami 喜欢海苔，大卫和玉米浓汤哦。喜欢的人有去济州可以找找看哦。最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芝芝，你喜欢吃哪一个？你也喜欢它呀。